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了我们隔壁村的一个竹林里面啊。这个竹林啊，估计是我们这边最大最大的一个竹林了。以前在我们那边拔笋，拔了好几天啊，那边的都已经拔完了，今天就来这边拔这个野笋了。这边的野笋啊超级多，不过都已经被人家拔了很多了，地上发现很多这个笋壳啊，但是这个长起来的笋也还有很多啊。现在开始拔笋。进来这片竹林啊，发现有十几堆这种笋壳，不过这个地方就还能发现有很多长长了的啊。哇，你看这一把就一把，还有很多很多，这边还有。这种笋特别漂亮啊，而且又长，非常的嫩的，还是白乎乎的，都是这种实心笋。这片竹林啊超级多，估计今天能够拔好几袋了。拔这个笋的声音非常的好听，非常过瘾。这片竹林真的是非常大，进来这边已经拔了有一个小时这个野笋了，但是都还没有找到这个边缘啊，估计这个竹林应该有四五十亩左右了，真的是这边最大的一片竹林了。现在是下午5点多钟了，我们要赶紧把这些笋全部装起来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出到那个公路上还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。看一下今天装起来有多少袋这个笋啊。最后一袋全部扛过来了啊，都在这边放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今天在这边拔笋啊，超级超级过瘾，总共就7袋啊。这片竹林确实是非常大，还有很多都没有拔啊。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全部拉到那个公路上去。这里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像这种笋不知道在你们家乡有没有，你们有没有吃过呢？拜拜。